大家好，我是Joe鍾燕齊，是銀尖文房具的創辦人，亦都是現在亞銀冰室的創辦人之一。其實因為幾年前有一個偶然的機會跟一班法國總廚傾偈，咁佢突然之間有一句說話咧，令到我叮咗一聲嘅，就因為佢話不管我的文房具同埋食物咧，都是能夠幫人類留低美好的回憶，所以就因為佢呢句說話咧，就令到我今日將文具同埋冰室結合啦。以前有用一間文具店去展示啦，咁當佢變成咗亞銀冰室嘅時候咧，其實你會見到我前面咧每一張餐台咧都係一個文具嘅展示 showcase 嚟嘅。咁呢個就係最直接將文具同埋呢個餐室結合嘅其中一樣嘢。就係提倡呢個本土文化，咁由銀尖文房具嘅本土文具教育到我哋嘅食材，咁所以點解我會同 O Farm 同埋復耕者聯盟合作，就是因為我哋要通過推介呢一個本土食材時令嘅食品，咁所以我哋不時不食啦。亞銀冰室最大的特色咧，就不是傳統冰室的食品嚟嘅。咁譬如好簡單，我哋會用紅菜頭去煮意粉啦，亦都有我哋青檸同埋薄荷去煮意粉啦。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係，因為香港有一個好獨特嘅原生材料咧，就係紫蘇。咁紫蘇葉咧，我哋會攞嚟做呢個飲品，係對健康係好好嘅。另外最重要最重要咧，我哋又向我哋嘅老闆亞銀致敬嘅亞銀三文治。咁因為佢用蛋白啦、芝士啦同埋白麵包，就係代表咗我哋嘅老闆亞銀啦。